里咋拿呀？你还得十几二十块，两个以后你就过百了，过百以后你怎么办？你收可以，你不收，你再来一百，那就两百，你就翻倍。我跟你说，你就别整。有没有可能你收回来了？你收回来你还得吐出去。除非你说你真牛逼，哎，你收完你永远不吐，那你行，那你厉害。只要玩你必吐回去。死亡与我同在，我的牙口要比我的脚声更加糟糕。来把维恩吧，维恩要上什么？要上情报特工吧。但是这首爱色我不太想给装的，拿一个得了。哎呦我操，这么顺。利滚利啊，利滚利，吉祥物扔了吧。我们是来武器大师还是来维恩？武器大师我玩过了，这个应该不要。决斗激光特工，打斗是吧？小喷路了，不行，扔了吧，没用啊。选什么选？我全都要。
名望。当空皓月。完了，没卖出去，我靠！没吃着吧？吃着没？利息吃没吃到，没太注意。算了，这么地儿吧。维恩的话出啥呀？羊刀巨杀呗，这不有玩维恩的吗？出什么破败？有精神病是吧？出破败，我们即将迎来清算。清算，换猎弓。按攻击力来的呀，维恩。现在没什么刺客，维恩漂亮。下波看看给维恩技能还是给武器大师技能，给哪个我们玩哪个。
要不你搜个攻略看看加声望有啥用，猴哥，我是不识字儿吗？啊，我是不识字儿吗？还是咋回事啊？搜啥攻略呀？这还得搜点攻略吗？我不理解。我不是很理解呀。这把幻灵战队的这有点多呀，不是很想玩了。要不还是五阶大西得了。主场队伍楚敌反弹了。没用啊，这瑞文呢？维恩可以。维恩吧，既然都给我维恩技能了，我就玩维恩。夜印可以，幻灵战队三个就行。完事儿，我们补情报特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差两个人，差两个人，我也不想补决斗大师。维恩上个龙刀是不是能厉害点，感觉他四十点法力的。分裂啊，无尽还是分裂，还是巨杀。我已经给夜印了，那无尽的话，那我这攻速不白拿了吗？反正能喝啥呀？还好，不太多。为了更大的良善，来了。
这情报特工咋这么少呢？给无尽其实挺好，要我觉得给无尽吧，看看狼人给爆什么装。因为这个情报特工四个的话，技能可以暴击，完事加75%暴击概率，75%，完了再配合我们的无尽，有15%的额外攻击力。啊，不对呀，没加爆伤啊，这不加爆伤，那有个屁用啊！换零战队，狗头人可以下一个。上吉祥物上位，打手下了吧。打手没用的，你走。他一奶奶。这张卡感觉挺好的，无尽吧，给无尽，给巨杀吧。维恩来个二呗，哥。巨杀没用，削了好多。给无尽吧。杀阴刀也行啊，维恩来个二，找张 EZ 上个四情报，两精英，三精英，四精英，黄金门票吧。我们弄得看起来很轻松。牛。战斗吧。胃也不要了，没鸡巴用啊。来干正事吧。我这维恩来个两星，这么难吗？太难了，我操！哎，我这一直能递，我开了是吗？为了更大的良善，哎，没完了这，啊？哈一直递呗。
我这个日女下了，幻灵我不上五个，金克斯我不要，五张 EJ， 上个寒冰，三情报我要四情报，五张卡莎，四个幻灵吗？不要狗头，狗头猪，这张分女。绿文搞个日炎，杰可以用一个，杰可以来。我为什么四个情报特工会加75%暴击概率，而我的维恩却只有60%的暴击？哦，100%了，25%加75%。哦，那我就下一个呗，五个分卷。下个挂件儿，完了我单挂个什么呢？挂点前排的，我们需要前排，铁男肯定是挂不了。怎么做？小兔子大了，死得很痛快。这不行，这一控全给我控住了。后排太多了，要挂也不挂，恶飞流星。挂谁呢？我要挂个前排。挂日女啊！我是机器人，听我怒吼，怒吼！来，看谁先到！小心点。死得很痛。
要哪个呀？大剑吧。两张皮。来干正事吧。铁男不能挂挂，哎，挂旁去得了。要不就挂碗豪啊，挂张牌去。你的恐惧。青雨饮血，女枪是魔法伤害。技能可以暴击是吧？那就给无尽吧。为人比较少啊，我这黄金门票都没递到三。瑞文也比较少，都比较少啊，是因为同行太多了吗？螃蟹不够用，我看看这小子啊。螃蟹不够用，还是得挂前排。我来个瑞文嘛。稻草人儿，为了更大的良善，这也太弟弟了，这属于是让人血虐呀。补一张碗豪看看吧，两个情报特工得了。
哎呦，女枪伤害可以啊。我回家，我来个三星维音，让我看看呗。进吧。唯音是真没有啊，我会让你死得很痛苦。晚猴，哎呦，真是个没逼，黄金门票都低不到三星，那我没我能怎么整？你说，没我又能怎么办？这俩不占人堆了，占人堆我这害怕。不太行事儿啊。他的阵容感觉就比我强，我们的阵容不行。我是受过训练的，但是没用。无尽换翻裂会好点，跟无尽换什么没关系，就是阵容就没有人厉害，明白没？就是阵容不行，跟换什么没有关系。跟维音删不删也没啥太大关系。
就是阵容配的不行，你知道吧？说明他的阵容强度比我高。不是菜，他跟菜有啥关系？阵容强度跟人有啥关系？跟人菜有啥关系？哎，不懂了，这脑子都想的什么玩意儿了呢？跟阵容没关系，是别人质量比你高。他质量哪比我高了？卡莎三星吗？刚才维恩他也没有啊。